Hello，所以我没睡吗？没有，我没睡。蛮想睡的啦，可是稍早小鱼问我说："哎、欸，按、啊、说你几点开？"我说8点吧。可是他们说7点呢、欸，我说对呢，我好像跟你们讲说是7点呢、欸。我说啊，不，那不睡了，不睡了，不睡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子。诶，谁射我？一只哥布林正在逼近，靠裤腰。好，我们的陷阱门打开，开。然后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就是我所准备的陷阱啊！好慢，等一下一。那这是今天关台后挂到的 Unico 啊，哭来了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挂嘛，你看他们跳不出来，多棒啊！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那个跑进来的怪就好。我刚还想说出门买酒喝嘞，
哎、欸，白痴，白木，你怎么躲里面？打眼了，死光了，哼！好了，这个陷阱还是有用的，只是，哎呀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不是说我太强了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投资器哦，酒馆老板掉的。嗯，就是我在想你，我半夜被手机吵醒。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射出暗影箭。好的、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干嘛？要做啥呢？快乐手榴弹，這是什么？哦，致命金啊，拐杖哦，拐杖好像很猛。Audrey，兄弟。好啦，回到刚刚的话题，我们今天我是打算等一下地啦，然后很上好欸，所以阿茄，我说阿茄那个女装呢？他们真的没准备，还是你不穿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准备带你不穿，哇，好易被辜负了、欸，那解成，哦、嗯。这里是有水蜡烛是不是啊？
来个建材，现在思考喽。哦，你哦，好的。来方块。小可爱，哎，干嘛？干嘛自己叫自己？报上名来啊！为了你，我不吃饭呢、欸。哇，我为了你，我跑去吃饭，你知道吗？是假的。对啊，蛮不吃饭，想直接睡觉的。如果你不吃饭，吃饭，那你在干嘛？本地啊，一瓶计划。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那你来啊，然后顺便把那个鞋底给包起来。鞋底？对啊，包一个鞋底出来。就是留下这一块鞋地就好。现在在下雨，会有彩色史莱姆。嗯啊。欸，我没加队伍。我猜你也没加，因为只有你一个人。啊，那么神奇。妈。你竟然加了。我觉得我会死掉。你又穿云服装？没有吧？你离线前身？哦，对啊，装啊。我忘记把那个眼睛叫出来了。那不可以收这么贵耶？不是哦。对啊，收那么贵，真的是，真的是不懂他。我先看一下有没有生命。条，哎、欸，你说。我看一下有没有生命果。有哎、欸。你在吃多一点啊。就很长生啊，所以不然我干嘛盖成这样子？叶绿矿要挖吗？你挖不到啊。挖不动吗？你挖，你挖给我看。要什么稿子才能挖？神圣稿。神圣，我们不是有神圣锭吗？神圣稿要用三个灵魂，三种灵魂做啊。哦，好吧。你的是什么钻头？不用钻头，钻头范围太近了，太短了，这样讲。那你不是用钻头吗？你不是在用吗？对，阿叔我说不用钻头啊，钻头太矮了，距离太近了，不好用。还是你要钻头？我很搞子啊。金金。那其实不用金金啊，三桶也就够了。
就是挖的快或慢，但是我觉得对啊，三桶就够了。完了。嗯，要不？我的火把，哦，对到了，对到了，刚对不到火把了。我发现右边生比较多哎。生什么？爱心果啊。运气啦。妈。嗯。比我、啊。没有啊。我突然有点事。我也有点事，天哪！好想去海边。我以为，打开啊，门打开啊，打开。干嘛打开？让我自己掉下去啊。而且文宇，你不要在那边，很危险。你不是叫门打开，那我怎么打开？我说下面的地板门打开。哦。我以为你叫我站在那边把门打开。没有啊，恶劣。我问呢。为什么血月会有那个雨啊？是一定的吗？没有啊。来了。你去钓鱼对不对？没有啊。居然。想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你去干嘛了呢？我快没在家。在抓那个藏宝图啊。
the fuck？ 那边人呐、啊，你爸叫 Redot， 白痴哦、喔，没有啊，边为什么？你爸叫 MyBot 啦，我没有边奇怪。被他弄爆了，你又知道我看到你要重新给他的？不用啊，不用吗？现在不用啊。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我在看 Ben 在打什么，我会 ban 到他。哦 ，ban 那个啊，什么今年想认识朋友啊，那个啊。那个不用，那个不用，他显示不出来。你吧，快乐炸弹，牙齿蛋，好诶、欸，不用呀，为什么我一进来就血鱼啊？是不是我的问题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摆明的就是啦。好吧。哈哈哈！好快乐啊！被快乐炸弹杀了，你一定很快乐。对，好 happy。是模组生存吗？没有，一般生存。因为新民跟我说、一组的那个一组的泥土够不够铺地狱啊，我说你想铺干嘛，打肉墙吗？他说对啊，我说绝对不够，怎么可能够？你们要首先看他们大
中的哦，中的起码要四组哦。啊！怎么了？我怎么生命果是不是来还你？你也可以吃啊，我已经吃三颗了耶。你吃啊，你就要缺。我不客气了，我吃完它我还会再打的，相信我，我是乖宝宝。就打到香蕉吗？嗯，香蕉是什么？近战武器，对啊。没有，我没有哎、欸。丛林包子还需要吗？还是它可以修进去？哎、欸，修了，可以收啊。旗帜我都卖了。哎呀，那个夹子等九口回来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珍珠木夹被修去哪里了？我没动。什么？欸、看看是不是了、欸？放了进去。哎、欸，原本这边没有哦，难怪你刚刚是说那个什么可以挖，那个叶绿矿，原本它没有长在那边呢、欸。对啊，我才问你说可不可以挖。啊，对啊，我想说。原本那边没有长成这么夸张的，然后对你叶绿矿会长大呢。挖不起来。嗯，对啊。好啦，别挖了啦。钻地工人。任务是调动蟹饥饿鱼。冬雪。钓竿，江泽今天要钓的鱼哦，是什么饥饿鱼？嗯，饥饿。嗯。那个箱子。任务鱼的那个箱子啊。哦。他改过名字嘞。钓竿。
我要改过名，偷改。啊，继续挖。我整理完，我就过来帮你。嗯。在哪里啊？野心有了一个洞掉下来啊！你为什么在下面？我要框它。哦。你从左边挖，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来来，上来一下。在哪里？啊，你挖右边那一根。右边。就那一根呢？哦，最往下挖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那一根，我旁边那一根。这里。那一根呢？不是，根这一根，我跟你之间的距离。好的，谢谢。没有忽远又忽近的啦。我去拿一下龙衣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。挖完那根了。嗯。那你等一下哦。马上到。我拿。要把血晶矿挖掉吗？没有，隔离起来而已。嘿，是。就是拿个吸水海绵。吸水海绵。对啊，我来。吸，这次很快呢。你用海绵啊？对啊。不用海绵，其实。为什么？因为，然后这边要往右边挖。右边不是这边吗？哎，反正我们下去好了。来，我们挖下来。有哎、欸！哦，就是这里，没有。因为我要找那个很像女妖的那只鬼，不是那只鬼，那个怪，你要死了。喝个水，找很久了。但这边有的话，来往左边挖。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，对不起。对，这样飞层。你继续挖，继续挖，继续挖吗？嗯，这一层，这一层吗？对，这条。
哎、欸，有空洞哎、欸。嗯，你怎么？我吗？骷髅要骷髅吗？不、啊。要五格高。你说从下面铺上来有五个吗？因为要隔离啊，要隔开啊。哦。啊，那包子在打白痴。我现在真菌包子哦。他好像想。很想杀了我哎、欸！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挖到他那个，继续挖喽！哈？挖多远？再过去，挖到冰雪那里。好。你那边几层？高度？高度是470。好，我不然我从你那边挖。用石头隔离会蔓延吧？我们等一下要喷，我等一下要喷，我只是补而已。我等一下会喷，先看，做错再来讲。470。我捡了15斤哎、欸，啥鬼？我的吧？不是、啊，不知道。在地底没有，要洞窟里面啊，地下没有，要洞窟。那个妖怪，那个他要在猩红地下那个洞窟才有。都470哦。470，那很大呢。哎，有只很像鱿鱼的东西，蜘蛛吧？不是鲶鱼怪，还有个女生，恶心幽浮怪，就它啊，它会掉那个特殊材料。470，哎、欸，有。灵异干嘛用的？降防御啊！我们昨天就是我负责降防御打眼球的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。欸先回去吗？
我那么多血也太扯了吧！好像怪，普通的而已，不是，没什么问题，我可以的。长大了，小鱼，可以的。你可以照顾我了。41斤。安心快死了。真的吗啦？你没有啊？你是骗我？骗？你是骗子吗？哇塞！我刚残血两次哎、欸。啊，我是骗子啊。对，我就是那个骗子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啊！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啊！所以你要骗我下去哦。啊？一直骗哦，你要一直骗我啊！一定骗，一定骗你一辈子。好喂。哎，有爱心矿哎！突然发现。而且有颗心脏。我都没有啊。左边在隔离，今天左边在隔离的时候也没有啊。
啊不，我的火把啊！好了，谢谢小鱼。这边应该不会来这边挂了。这边你看，来插一格，就是洞穴跟地下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，我会盖一个，就是专门刷那个，刚才说恶心的那个。嗯。对啊。这个会穿墙，可是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不能盖，就是连接到地上的东西啊。好，再来就是进化啦。需要我保护你吗？要。认真的吗？认真，我没那么认真过。因为我今天在看你跟那个阿杰，不是阿杰，阿杯死很惨哎。因为要一直进化啊，啊，一直被鬼打，被怪打。好，那这边吧，开始。太扯了吧！回家了啊。我是怎么样？现在是怎样？啊，白痴哦！我进化这边干嘛啦？没有要进化啦，这里啦。现在是得罪了谁？我知道谁惹谁了，大家都想冲过来杀我哎、欸。给我受伤的都是我哎、欸，因为你可爱呀、啊，你不就更可爱？我差点把我海绵卖掉哎、欸，卖掉啊！卖我的棋子不行。操你的！哎、欸，小心哦。那个头很痛、啊，很痛！你不要开门，这个……我刚刚开台的时候就在被他搞啊！死光咯，头马头，怎么办法那么痛？这是巫师啊，是召唤师，不是那个的，不是原本的那个。
你找护士姐姐不见。困难模式的哥布林会变难吗？你觉得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吗？你要不要玩玩看？你觉得我们有变难吗？难死了哦，困难死了哦。被拍摄。等一下，我是故意站着不动，我是因为我要开包包拿我的法杖。我妈头，我都不在啦，你就给他。不是啊，他讲话，你注意听他讲话。讲话很像 tomato， 他有讲话吗？你注意听，有没有？我真没听到哎、欸，有包、喔，还是我关掉他声音还没开回来？那你有听到他被打的声音吗？有啊，咯咯咯这样吗？哦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听到 tomato 了。哦，听到了，好明显哦，刚刚。原来是我靠得不够近的意思。打完啦！怎么可以那么痛？而且没有掉什么好东西啊！又是一堆 NPC 的遗物啊，可怜可怜。我只得到一些布林而已。嗯，总共反正事件都会跟着变强了，就看你那个地图的进度。我是不是去错洞了？嗯，我去错地方吗？可能没有，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走那么慢？我被冰冻。蓝精灵哎、欸，我要往下检查，看有没有感染。你要分吗？要，等一下，等我打完这个乌龟。好，先往下看看。
还是红的，看看哦。换隔壁，往这走。哎，为什么不能用剑士？那个水为什么还是猩红色的？就附近的环境还是那个啊，血腥地形比较多啊，所以我们要找那个地方啊。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没事没事，不懂就问。这地底这个弓可以用吗？不行啊，会被挡到啊。难怪我刚刚想说，为什么我都没有攻击到？不够。你不说不懂就问你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是不是回答你了？你等我，我等一下传你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先找到。走开，变态！还好吧？可以。你看这边，哦哦。看这边，怎么可能？又有那个没有进化到的，没清到的，所以再往下挖一点点，看这块都是。所以我们那就跟蛀牙一样，要把它找出它到底感染到哪边去。看下面这边就感觉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先分这里。这是蠕虫。看，哦，这边水是变白色的了，没有红的了。
看红这边又开始，你看注意看背景，背景红的吗？就往红的地方走。哇靠！那个岩石大啦，太痛了啦，哭哎、欸！该不会死吧？切光了，切我，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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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！耶！怎么了？没有开死人宝箱。那你看，就是附近找一下，就是东找找西找找，好，这边应该都没事了，所以可以换回来这边再撒一下。是不是越多人会比较好玩？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小鱼，破伤人。在哪里？在我这儿，还好、欸，我吵你了，都还好，没有，都还好。哦，对，没有什么好卖的。然后我们刚刚进化是右边这，我找不到你在哪里，你是不是自己挖洞下去？因为刚刚上面有巨石啊，我在这里。我刚是被巨石杀死啊，你。因为巨石杀死之后都有很多金，不知道，所以我才会红红的。有这边安全的啦，这边主要是因为那个啊，水水水水水，哦，还好险。嗯，我们换往右边这里。机械蠕虫，这是机械蠕虫。你有听到吗？没听到啊。字幕，你按 Enter 看一下。我看到字幕，可是我没有听到，它会有声音吗？我们现在这边是安全的、啊，因为我们在洞窟里面。谁？琵琶鱼？啊，理论上应该碰到这边就好了，剩下交给阿贝了。干，我每次，哎、欸，那个，我先躲一下。那个什么？因为现在如果回死掉回地表的话，机械蠕虫就会冲出来。你懂吗？可是你复活怎么办？嗯，我复活啦，我马上冲到地底了。哦。我怕。哎、欸，啊、你鞋子做出来了吗？没啊。好，我不去，反正现在帮你打好了。嗯。哎、欸，是机关哎、欸。什么机关？不知道，可是我看到。哦，那边我刚我拆完了、啊，对吧、啊？没有，先拿一下保险一点嘛。嗯。
等下，这是一条直路，你给我小心点。我意思是，人多帮忙一起找蔓延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好？当然啦、啊，当然比较好啊。可是第二个问题是，怎么说？因为这张地，这个游戏地图不是共通的，就会造成说有人画面会就是不一致啊，会比较辛苦麻烦。优化安安。玩哦！我躲在地狱啊，想顺便帮你打那个嘛。地狱也变强了啊！他们拿三叉戟了没？你记得吗？我记得啊。培根。哦，你在钓鱼哦？没有啊。你在冰雪的地方吗？我在你刚刚那边打怪。嗯，那培根是那个啊，冰雪那边一个叫朱砂才会掉的。我来了。我的蜂蜜鱼没了，难怪我都不能喝水，白痴哦。是小八七耶，哎，小八七，哎呦，干嘛？你要不要回来？沙漠出事情了，回来了，很刺激。你先回家，然后嘞？然后往右边的沙漠走，神圣沙漠走。出事情了。嗯。什么事情啊？怎么了？他是谁？他是沙尘暴。然后会有沙的女王。靠呗。死了吗？他们看到女王了，好，血量好高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硬哦，我们是不是打不死他？他是早上会消失还是什么的吗？没有，还好没有消失啊，没有就沙暴，那是沙尘暴时间。
欸，沙尘暴没必要。啊，所以他死了？没有，他还在啊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你挂这边，挂这边。目前没事啦，只是我不保证。它好像只会掉一个黑色、金色的东西，但是要三个才能做一套装备。耶、yeah ！有啊，有掉，你摸摸看啊。哦，什么境界碎片？嗯。啊！你吓到我了。你懂吗？我在想这个要不要，这个会感染。啊，好听哦。专人一直在敲你房间门一样。你说它的水水还是红色的、欸？因为你白痴，你右边那么大面积，那边水蓝是红的啊，懂吗？它是看比例的，你那边比例越高的话，懂了没？好，真的，真的，敢质疑我？嗯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应该要吧？因为我看这个是第50个，两个东西哦，对。但要盖这个的话又好、哦，盖在那边很危险。可是那边真的生很多哎、欸，不然你陪我去盖啊。好 ，OK。因为那边要盖在地底下，那我们要挖挖很，看要不要买那个雷管。兔兔你在哪？那什么？狮子兔？摸摸。有点不好看。好，哪里管？啊，让人死掉了。喵，走吧。我想要先做一个蓝色染料。嗯，干。怎样？蓝色染料怎么做？染料箱里面有天然的花、啊。天然的花，然后嘞？靠近这里啊。靠几个？一个。哦，得到了。我想帮我的眼球换颜色。眼球。眼球嘞？眼球不能换颜色吗？可以啊，你要跟那个兽人的 NPC 买那个叫啥小动物香波，然后装在装饰栏里面。
没有效果的那一栏哦、喔，然后再把蓝调放在隔壁。买什么？再说一次。这个吗？小爆破，小波。对对对对对，爆破增加出现。然后把它吃了吗？对啊，吃掉啊。然后嘞？就把。它是装饰栏，对不对？装饰栏。它不能放在装饰栏，它放在没有效果的栏位里面。没有效果，没有效果，不就装饰，就是社交中间那一栏，中间那一栏。好好好好好，然后嘞，我再放你的蓝料在左边啊。哦、oh 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也死了。那你去找护士 JJ 吧。走啊。为什么你的眼球是两个？我两个，我是宠物。啊，是你宠，你的眼球是宠物。我有打到宠物的眼球。哦。满月今天。你还要打、喔？我打到了。这边没有喷到，这边刚蔓延了，等打开小猪铺满。嗯，我在这儿吗？反正这边比较好，我们去那个蜘蛛的右边，直接挖一个变成，走吧，回家。打完这只蹦蹦兽。哎呀，我没子弹。换一个，好。爷爷，他给我酒精了。我们去，去钓鱼的这边吧。这边？嗯。这边？对啊。那就这儿吧，把这个弄掉吧。这一块吧。嗯。我去框个位置出来，然后把岩浆都吸掉。摩西分海，啊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去找大蛋丝买那个啦，雷管，然后再加那个粘那个粘胶。不要，笨兔子，你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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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爆破弓在哪？爆破弓，得到了。雷管对不对？买多少？嗯，
那个，来50个应该也不够吧？那我买99个。嗯。然后加连的，对不对？嗯。连雷管，连性雷管。丢了吗？嗯，可以啊。那我那深人生地形的怪，啊，这样是不是家里有连线雷管？哦，没有，再折回找到了。又有绿精灵。死掉了，很正常啊，因为那边有时候那个会穿模穿墙。这个岩浆是怎样？你重开才看得到。我现在丢炸弹就可以了吗？好像不太会丢欸，这样丢没错吗？你要多深的？我要多深哦？看一下，其实它宽要80几个，应该够了。你发现水晶凝胶了？好了，我现在没空。你要多深的位置？你下够了吗？我们好，还是够了，好苦啊！
来这边。对。一起玩，一起玩。先挖，直接挖吗？嗯。小可爱够了够了够了，六个箱子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陷阱箱。你看附近有没有那个啊？好像没有。对啊。哦，它是宝箱怪，去你的！岩石巨人在泡岩浆。他死了，东西是不是也有喷进去，也是没了？嗯，还是我跳进岩浆可以捡得到那些钱？有必要吗？不至于吧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喂？又开网路不见。喂，喂，你回来了。